准。钓鱼台海面大印专销印。哎呦哎呦啊！这是台湾，这是全世界上光的光。全世界上光的光。选秀节目如火如荼进行，那么被网友说成是小江蕙的江蕙仪，连评审都说她是唱歌达人，到底有多会唱，一块来听看看。是泪痕带着你的温存，渐渐消失在无聊的黄昏。一开口唱歌就令人惊艳，参加台语歌唱比赛，江蕙仪一路过关斩将，还被粉丝昵称为小江蕙。不止歌声，连名字都意外雷同，评审洪静瑶更是高度赞赏。蕙仪，给你一个称号，你是歌唱达人啊。哦，你就知道对你的歌唱技巧音色都不用怀疑。江蕙仪连在网络上都出现了粉丝团，可见人气超高。
结束亲像变相，咱拢袂记花开花落爱看顾，若有悲伤，若有勉强，那是放袂落，是我唔对。再过吧，小我的小无，起初的温度，无准时的啰嗦，当初的快乐。大家好，大家好。首先非常恭喜你入围金曲奖。哎、欸，你这张入围三项吗？哎、欸，是三项，都三项。女歌手，还有最佳台语专辑，还有年度专辑。嗯嗯，跟我差不多。这个做这个做的这个专题啊，他要到这个节目，我都给他限定说，你一定要入围三项以上才才来。真的吗？没没，超过四项就超过我就不能来。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入围的这张专辑，叫做《老雷》吧。对啊。这张卡无讲是全创作，对，全创作啊，加加己制作，制作。对。那先卖讲这张专辑，我对你较好奇的就是讲，你是在有进入歌单？平常时你也不是靠唱歌加唱的嘛，你嘛是也够家己的套路，所以你也在介绍你这段从细汉开始，有一天想要开要唱歌出唱片。嗯，我是真细汉时差不多四五岁，嗯，我是刚过年跟姐姐同款，做伙去公园，爸爸妈妈带阮去。你倒位啊？我台中人。台中人。对啊，然后公园遐就有有点像野台的那一种，还有搭舞台，然后有乐队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唱歌。好特别啊！对，很像红包场这样，但是它是户外的。但是他不会设定光像也是可以来，像也是可以。不会，他那时候都是很多小孩，就是很多小孩子。还可以点几节就会当唱啊，啊唱到咱是唱两首，啊第二首就会有叔叔伯伯还是阿姨看你高嘴，就会给你红包安尼，对，嘿。啊刷落来，刷来就可以读册嘛，就是唱到大概国小，然后国中就没有再唱了这样，然后后来在念书期间一直有在民歌西餐厅驻唱，就是台中的吗？嘿，台中的，那时候叫吉普赛民歌西餐厅。吉普赛就是全台湾都有。对对，然后那时候还蛮流行的，对，然后后来也就一直就是驻唱这样，可是其实那时候也没有说就是觉得要把唱歌当作志向或是要出专辑，所以直到我从竹科换工作到台北，然后刚好到 PTT 看到有一个台语歌唱节目要开这样，对，然后就想到报名，就是过一关有5000，没过也不会怎样，这样就去了这样。然后过了20关之后，就发了第一张专辑。对的，你是在比赛过程中发专辑，你不是讲唱刷一要比赛完刷一要再出专辑？是比赛，就是20关之后，因为那个节目就是讲你那五桂冠就是保证发片啊，是专辑。嘿，这张专辑发行以后，你才开始讲我要继续灌唱片唱歌。其实嘛，无呢，因为第一张专辑比较像是说。就是节目有这个口号，对，然后觉得那就反正试看看也没有做过，然后是一直到第一张都有黄山亮老师，我就有讨论讲，哎，什么就是想要做一些好玩的东西。怎样去都有黄山亮？
其实也是缘分，因为他那一届刚好亮哥是那一届的金曲歌王。哦哦哦哦，对，然后就有听他的歌，觉得很好。对，然后后来因为节目制作人的关系就认识。可是你还是去找他制作吗？对，那时候就等于是跟亮哥合作，这样就是亮哥就帮我做了第二张专辑《浪花》这样。所以你是到现在是出了这一张是第四张吗？给老雷，在这四张过程当中哈，都、就是讲你有任何的唱片公司跟你合作，还是他你都是像《丁蛙婆》这类型有唱片公司，结果后来才发现也没有，你是独立，你真的是一个独立制作、独立厂牌这样子。前两张就是亮哥的公司、哦，他有公司、哦，对对，然后这一张为什么没有在他的公司？因为主要想要自己全创作，就是想了很久。可是如果对你的意思是在他公司不能全创作吗？也不是，只是我自己知道说我的东西可能会让公司赔钱，啊、所以还是就是不要害人的。心肠很好，其实也很难讲，有时候会不会赚钱倒是真的无法预料，就是只能把作品做好。阿吉他还高起点去关顶，当然市场它还取决了很多，比如说宣传，还有。有时候你不知道那个人到底在红什么，可是天时地利人和他就红起来了。对，可是因为这样会很有压力，就是会觉得对爱够鲁巴郎啊，对就阿烈嘞。对了，对了，对啊，聊聊这张好，你现在的那个工作是是啥？是正职啊？也是一样工程师啊，我在中华电信、啊。哎、欸，那个工程师是写程式的工程师，还是要出去干嘛的工程师？算是内部的，对，以前是写程式，但是现在就比较属于策略面的。就是也不太需要写资讯类的东西，这样。那你到底在写什么？现在就动脑比较多。是，对啊，我知道，就动脑想什么，想一些公司的行销策略啊。你看，你都对自己唱片都不很行销，来他去想中华电信的行销策略。所以我感觉也很有趣啊，哈，就是啊，你公司也对你就好奇的。有一挂人会啦，但是可能我面相看起来无介好，这个我相信。我问你哈，这张专辑，比如讲全创作这物件、全创作它有要几个先决条件，就是讲本身具备的能力啊，哈，音乐的迄能力。所以，我想请教你在音乐的这个行业的来得力，具备多少什么样子的？比如讲你会什么样的乐器？我以前是弹 keyboard 的，就是学钢琴一点点，没有到很厉害这样。对，这张不是你一个人制作的，对，我们是三个制作人一起。还有其他两个是谁？对，一个是三秒，然后一个是林乐伟。对，从前几张，比如跟黄山亮跟你走，到几张全制作，我觉得那个是有心路历程的。你要怎么？你觉得这样做跟之前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差比较多应该是说自己制作，你要我会整个想出全部的概念，对，就是我到底想要说什么，整张我希望它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我的样子，对。可是前两张当然歌也很好，就是亮哥的规划其实也都很棒，只是说很多时候是我必须要去了解创作者他的想法，然后再揣测一下他可能想要的心境跟情绪，对，那有些东西可能自己的部分就要比较少一点这样。那这一张都是词曲全部是你自己写的，对，不可免俗的哈，就嘴狼一点黑猛，我上节目也都是这样，反正每个人一定会问我制作这张的概念是啥。你刚开始是谈到说啊，你想全制作，那制作这一张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概念吗？比如说他的专辑名称叫做《老雷》啊，为什么叫老雷？这整张的概念跟这个是不是有关？其实老雷他就是瓜牛嘛，那瓜牛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生物。就是在台湾我们大部分看到的瓜牛它是雌雄同体的，所以它是没有很难去定义它的身份跟它的种类，然后加上说它其实是一种看不到也听不到的生物，对，所以它整个存在的环境它到底是怎么活着，它是靠触觉跟它的 感官，对，它其实看不到听不到的，所以就会让我想到说我们常常在鼓励别人的时候就会说，哎，你要像就算你走得很慢跟瓜牛一样啊，但是一步一步往上爬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就可能我自己是一个我其实没有那种很伟大的梦想，可是我知道我还是要一直往前走，跟瓜牛一样，因为他一停下来他就可能在那边干枯掉，他可能就死了，对，可是他可能不见得想要去哪里，但是你就是要一直往前走。另外就是说我的想说我遇到的事情应该大家都会遇到的，所以我如果用我自己的感受去写，一定有很多人有同样的循环，对，就是希望说这一歌不只是一种
讲感情也是亲情安尼。观众朋友注意哦，这摆偶像组来一个杀手级的礼物，赶紧来欢迎参赛者出场。来，中华电信助理研究员江慧仪打声招呼。大家好，江慧仪。现在是流行矫正牙齿吗？我们今天又来了一位戴牙套的参赛者哈。是啊，这个戴几年了？两年了。哦，所以没有影响吗？嗯。稍微还是有影响啦。哦，那不等牙套拿掉再来参加？牙套拿掉可能就参加青春组。哦，哦，还有年限的限制。我们青春组是30岁以上青春组。對對對 OK 哈。那么我想问一下，是谁是走唱江湖4岁就开始唱的？我会议哈，4岁。哦，你小时候的走唱经验是在公园？对，跟姐姐两个。对，就有点像现在的街头艺人这样。哦。你叫江慧仪，慧仪，对哦，你知道有个人叫江慧也是带着妹妹走唱的，我知道。OK， 你当时跟姐姐走唱公园的时候，都唱什么歌？最经典的应该是《为着砸板扣》吧。哦哦，你是负责唱还是负责口白？我是负责演妈妈的那个。啊，妈妈。哦 ，OK， 好，那你可以需要人家跟你对唱一下吗？我们派一个姐妹给你好不好？好了，我还是我每次都这样。好来，就鬼姐。所以你要演查某囝吗？好。哦，阿母，我明仔就要出勤啊。是啊，明仔哦，你就自由了。是啊，阿母，我有够欢喜耶。你都不叫台词来，他的自由发挥嘛，对不对？他头脑不要好呢。我跟你有小瓜邓姐，咱是主要是上尾嘛，好、哦。因为我一个王阿霞啦，讲要摕10万块来甲我小心。哈，唔是咧细菜诶，是王阿霞。细菜摕10万块，你即马什么时代啊？是你等下10万块来养你。一定诶，阿母，我不爱啊。你不爱，阿无好啊，10万块摕来讲。10万块，那我10万块，你死都要讲啦。10万块啦。好，谢谢。谢谢。哦，好累哦，会砸包厢，是大概这样。差不多是这样。我这头有点晕哎，不知道为什么。啊，冷静一下。昌雪，你好优哦，你这应该去演戏了。真的吗？对啊，有在演吗？拍到我的行李要来去，找一个原因。
你这张的时候，其实我也听到很多歌，你已经也是走出一个江蕙自己的样子。嗯，好、哦，然后我们来聊聊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它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嘛，哈、哦，最、年度专辑。然后我们其实 focus 在台语专辑这个。嗯嗯嗯、你刚才讲的柔蕾，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那我们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来一首一首的，去讲述、嗯。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每一首歌都是有你要讲述的故事。嗯嗯，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每一首歌它的故事。我爱这张我爱旧了，没关系。好，来来来，罗雷，你讲啊，罗雷好像讲给嘛，他的歌词应该也是那个。对，就是他要一直往前走的、的过程、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提定是最上面没有，但是大家都说、你要慢慢背，总有一天你会当到那、就是这个概念，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思考什么是对还是错、就不见得啊，只是说你知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对吧，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要去哪里。对，但是我们还是会一直做音乐一直走嘛，因为这就是就是咱想要做的代志，咱爱的物件就是安尼俩。你有梦想吗？没有，我的梦想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都可以把它做好。嗯哼，我你看我今年我在五十岁出那一张嘛，所以我来都有几条怪给五十岁自己的备忘录。我在里面写到一段，就是说所谓的梦想啊，只是一种心外态度。有啊好，无啊吧，尽力就好。我较早少年的时阵，我都觉得我要追梦，后来追梦那个梦也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梦。我没有，我到最后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好活着，活在当下，对，而努力的去做你眼前做好眼前所有的事情，那就是一种梦想了，一种生活态，它就是一个心外态度。对啊，对，所以我你看老头子就会这样讲，不会。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哇，那一定向前走啊，那。你跟我这个会所以你干嘛讲？有几句话讲了真好啊，就是讲十年其实真短，但是一天就长嘞。对，还有这里的一句话，对，比较关。我们回到那个再会寂寞了。再会寂寞是这专辑的第一首歌。迄、个歌名的意思其实有两种意思，就是讲再会，你有可能是。真正讲，拜拜，那种再会，嘛、有可能是你搁拄着一届，再会一次，对，所以我想要下来就是讲，咱人类生活当中，不管什么代志，其实是一载一载在轮回，就是你可能找到一个人，然后你觉得，生活有了寄托，但是可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寄托可能会离开，可是你也不用觉得很就伤心嘛，是安怎、因为你有可能拄着另外一个，对。可是人都是活的在眼前的，你知道他没有办法去想象后面会怎样、他眼前遇到的喜怒哀乐当下所产生的情绪就是那个色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啊，你其实不用这样，因为这个世界会在轮回轮回，其实对很多人啊，他是真的听不下去的。 对，所以我里面通常不会去我文案也写很少，因为我不想要去跟大家说你要怎么想。文案写得很好也有个好处啦，同一首歌你不同的人去听的时候也产生不一样的想象空间，你会给他不一样的感动，他会在不同的人也在你这条歌找到他自己的慰藉。对，就是希望说大家想一些他的感觉、我感觉就是我的创作只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可能听江蕙是安内唱，但是各自解读，我感觉是就好诶。那这张专辑它的曲目安排有没有特别的？主要是第一首跟最后一首是有特别安排，其他就是我自己凭听觉的、主观。我以为我不会爱这条，没有，就自己听过去觉得顺这样。然后第三条歌叫做《金寒满宫》，金寒满宫在你宫里嘛？对。真寒蛮恭维，是你讲啥？虽然是你讲你家己的，主要是讲，其实不是真寒蛮恭维，是真寒蛮讲好听话。那要紧，为什么一定要讲好听的话？因为在现代的社会中，大部分人都喜欢听好听话嘛，大部分，对吧、也不是现在，已经卡在了西亚后，可能卡在瓜博度掉。所以那第一开第两天，是啦是啦、但这就是一个人性啦。像我嘛是把人搞啊鹅肉包着，我嘛是哇欢喜啊。但是想一想，搞不好他有什么目的嘞？所以我像我这款人搞了不得变做脚仔，就尽量不要去跟外界的人接触、因为我不要讲什么心好听的话。但是阮这款人就是讲，
我如果把你当作是朋友，那就是真的真心跟你在交往，对，不会有那种暗地的算计，还是说表面一套背地一套，我们就不会这样。其实你讲这个，我有时候回到家我都觉得哇，好利家在，就是像我这样子的人，无法道理这社会生存，就是没有被人家在后面捅几刀捅到死，我就觉得我很感谢我的公司，是他们会帮我就是挡箭挡着，然后对对对，反正我有时候回家心里想的时候我都会满头大汗，哇大爹大爹，我没有被捅死那种感觉。对啊，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应该也是说德哥你也是一个被伤害别人的人，所以应该讲说我不会刻意的要去，有时候嘴巴比较贱，你在卡断，这就会讲会伤害。对 对, 對，那个可是真的是无形，我是不会的。对对对 对, 對，就是我觉得不会伤害别人的人，基本上你就不太会防备。对，那你不防备，其实你受伤的几率搞不好还比较低。嗯哼，因为人家觉得你无害。对，就是求怪。对啊，我也是无害的那种人啊。对啊，对啊。然后魂呢，第四条歌是魂，魂就跟我的工作较有关系。其实的艺术是在下云端，哦，云端，对，现在网络的世界，嗯，对，就是说，因为 iCloud 嘛，就是 cloud 就是云端的意思。我就在下讲，咱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而且魂也炸掉一个名句，你们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嗯，魂炸名句，它千变万化，对吧？就是在云端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嗯，对吧？真的是跟工程师讲话有点，有时候要猜测他在想什么的。欸，工程师这个工作哈，对你创作有敢有影响到？你干嘛？你喜欢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你是一个浪漫的人吗？还是你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我很务实的，你知道吗？就是太理性了啦。所以这也是自己想要全创作，要自己独立作的原因。因为之前亮哥就会一直跟我讲说，你敢不敢让较感性的是说，很多歌其实你要能够感染别人，是，对，但是对我来说还是我很困难的所在，因为我没办法去很理性的跟自己说我要很感性的唱这条歌，这样会自己很奇怪。你不哭过吗？哭过吗？有啊有啊，但是什么时候什么状况？我们家的猫啊过身的时候，唱歌唱歌过程当中，你把因为一条歌伤感动，你唱到一半的时候流目屎吗？较少，除非是讲真正当下有那个气氛，也是讲拄啊好发生什么代志，有可能，但是嘛是一个啊尔。对，但是我心里知影讲我有感觉，但是就是习惯性的不会让他太影响情绪。我觉得我们两个的个性要稍微融合一下。我想要听嘴演不完的结局写在哪一面，想你酒醉头晕马暗，暂时会当别遐清醒，想要放弃恰在放弃比坚持多需要勇气，我想要好好困一次外面交叉的声音，路口左边是坏脾气，车灯也无确定，只见我看无头前，看袂分明，敢不要紧，当初落伫后边，单纯无甲做阵，真心走起味，即阵着离开。快走去你的身边，当时紧张，当时别停止，别来痴心，受过又困无人的批评，只剩着离开，赶快走去你的身边，就算无人
遐水，献袂完的计较啥伫倒一面，想要酒醉，头晕目暗，暂时会当莫遐清醒。想要放弃，才知放弃比坚持搁需要勇气。我想要好好睏一醒，听到头壳内面交叉的声音。路口路边是怀疑，这边嘛无确定，天甲我看无头前。看袂分明，敢有要紧？当初落伫后边，咱寸步跳在定，真心走起迷。时阵就离开，想要离开，我想要离开。当时真正，当时的天气，未来其实说过。我双鱼座，你什么座啊？摩羯。哦、摩羯，摩羯是叫理性的吗？应该是。啊、对。双鱼座感性的，你知道？对对对对，我当在你迄录音室里录歌、啊，嗯嗯，其实不要说录了，就是从一开始的创作，嗯，我都觉得那个是零次零底啊，嗯嗯进步还在，因为你都在写下改写告诉，嗯，啊那些东西其实很痛，嗯，但是你不写又不行，你一定要给下出来，在、嗯、写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有点尴尬，讲哇，又回到那个又回到那个当下、啊，而且有时候因为沉淀以后，那个痛会更加倍出来、嗯、在当下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感觉、嗯、那个过程啊，哇，像那个我写了一首叫做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嗯嗯嗯嗯、然后就开始去想说 我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会想要一了百了、嗯、就把年轻的时候那个一直到五十岁那当大叔的那个在过程当中所有很多很多发生的一款很卖光悲惨啦，就是感觉叫灰色的一款代志，拢丢出来写的、嗯嗯。哦，那个觉得哇，搞不好写完我就真的一了百了。对，我觉得可能大家的角度不一样，就是说、嗯嗯、对我来讲，感性是必须成为一个歌手，是、嗯、他所必须的、嗯，因为你要好好的去唱一条歌啊歌。嗯艺术像歌曲这个东西，它的感性那个部分是非常强烈的。我是这么觉得的。对，艺术家通常都是比较感性的。嗯嗯、对，就是因为这样，我家己就会想讲，无可能吧？就无可能在世间上，读资讯的人遐尼侪，工程师遐尼侪，无可能因拢唔听音乐吧？哎呀、啊，他们也是一边写一边听啊，只是听了什么歌这样子。就是刚刚讲，我应该无遐尼特别，所以就想要试看看说。嗯用我的角度去做，嗯哼哼哼，工程师，哎、欸，我第一次遇到工程师的歌手，来，第五条歌叫做《儒家思想》，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意识形态？没有，就是讲，感觉讲辛苦边的人，拢就爱听别人讲话，但是袂晓家己思考。你再个解释一下较深的，比如讲，我内底歌词就写讲听大人的话啊、嗯，我有给他切，嗯，以前我真正有给他切，但是我并无感觉讲。因为他才啊，我有什么就是有像他们讲的有那么多的好处或是什么？嗯、嘿，我是干妈公，很多时候很多人在在反抗其他人讲的话的时候，你可能讲哎呀，某一点五号啊什么，但是你个无想做嘛？嗯嗯、我对干妈公，你这款的怀疑，我干妈较无比较没立场。嗯哼、嗯，对，但是我起码有啊，我有给他才啊，但是我嘛是真正感觉
魔幻抓有啦，还是有多少有好不好，多读书真的是好的。对，但是差是在说你的思考能力，嗯，就是说我不觉得你一定要读书才会要思考。我很想要思考能力啊，我觉得那个被诈骗集团骗最多的就是那些大学的教授啊。是啊，你是啊，哇，哪有那么厚康的代志，天底下怎么有不那种不劳而获的，然后这些人 啊，所以不是学历的问题，嗯，啊，另外就是写公司啦，就是公司卖的人在做事，真，嗯，侪人拢是听啊长官讲，哎，想哦，好好好，对对对，是是是，啊，去做，嗯，其实那个代志不一定是正确的，啊，但是他要活着啊，他要在这个公司生存下去啊，是啊，但是我就感觉讲，因为我也有在公司上班，嗯，我讲你讲的是就是整个公司的生态，就全台湾那公司的，对，我是感觉讲一点有人。你要提出疑问啊，就是说我们是什么代志，你都听讲会好是对，啊就可以走。但机关弄得未得两条，对，意见太多，他就是那个弄会冒出头，然后就被人家拿锤子打。是啊，是啊，对啊，对啊。但是我感觉讲这就是这个社会目前我看到上大的问题，就是说咱无在解决问题，咱是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嗯哼哼，对。好，天大的误会。这首就比较自己内心的感觉啦，就是说真侪是。真侪时阵，咱可能认为，我甲你就好，我用真心对待你，嗯，但是可能你唔是安尼感觉，嗯嗯嗯，对，差不多是这代意，嗯。然后不得已，不得已是一个较反讽的一首歌，嗯。我当初写的意思是讲，咱真侪时阵，拢会用不得已这个理由去解释咱讲的，嗯，咱讲的话，咱做的代志，替自己找借口。对，但是其实真侪时阵，咱是有选择的。嗯嗯嗯。欸，我打个岔哈，嗯，那这张专辑里面，在制作过程来对，比如讲编曲，嗯嗯，你们有你该去有跟你的其他的伙伴哈，嗯，对这张的整个专辑制作概念，比如讲编曲那个部分，你有没有有什么特别的循环吗？因为我记得这里面的每一首歌的曲风，其实它还是有差距的，比如讲我忘了哪一首歌是爵士的。嗯嗯，比较爵士应该是奴家思想，它比较一个，嗯，比较 gospel 的东西。嗯，所以这张专辑它的编曲其实你们是有设定的吗？还是随缘？随缘呢，因为我通常是先写词，然后我再来写，嗯，再谱曲，然后谱完之后我就会想说，安怎来编曲会当较符合我想要讲的敏感的氛围，嗯，对，可以找 reference， 然后和另外两位制作人可以讨论。嗯哼，对。欸，我你写歌都是先写词哦？对。哦，我就不一定了。对，我有当初啊先下厨挂书，当初啊先下 kick， 我当初啊两个会同时一起出来这样子。嗯，对对对，我也就访问到很多人，大家对写词作曲这件事情都有各自的，嗯，对，各自的一个方法习惯，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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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来再来讲一下，对，背条背上的脸嘛，叫神仙神啊，神道大的神仙，对对对，神仙，那，啊，他在讲什么？就是讲。我每天的生活啦，就是说你起床感觉很神的，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知道要吃什么，就是说现在人的生活很多都是这样，啊，你开电视就每台都是电没来没去啊，插来插去啊，对啊，差不多在描述这样子的人生。嗯，那我再插一个话，你们在刚刚讲到编曲嘛，就是说你们是没有设定的，只是说写歌写出来以后，你再按照歌词的要想要表达的去找编曲嘛，对，嗯，找 reference， 然后找一个编曲。那歌词呢？你就是说，你有没有想到说，这张的歌词的写法是先设定好这张专辑的概念再去写，还是说，嗯，就是你平常时写啥就是啥会啊？我是先用生活周遭的事情，嗯，就是我感觉我无正常，一直想要讲的一些东西，嗯，对，因为感觉讲罗雷的前进，他就是他的视角看到的事情。嗯嗯，对，就是用这种角度去慢慢讲。哦，你说他的触角吧？对对对，他，嗯，比如说他很小嘛，嗯，然后很慢这样，嗯，一看就 Amy 跟一点橄榄木赶快。嗯嗯，我们再聊聊吴先生。吴先生是谁啊？吴先生姐姐，大概都知道的古人。因为这首歌是我中秋节下的。吴刚。但是你为什么会写这个这首歌？最好是迄天是中秋节，就想无中秋节写一条歌，啊，嗯，就想讲。因为祖先喊大概拢讲吴刚他的传说就是一些就南暖的人嘛，就屏东哎，就好高骛远哎，然后我也跟你先生讲，你如果砍倒那个桂树，你得让等伊得救嘛，嗯，但是一直在偷懒，一直砍不回去，嗯，但是我也想讲，伊敢真正是安尼的人，咱也唔捌真正看过啊，
你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对吧、啊？所以有另外一个传说是说有天盖嫦娥嘛，嗯，不想回去，没嘛有可能，搞不好他是一个很浪漫跟得个赶快双鱼座的、嗯、对，要守候嫦娥啊，对啊，也不一定啊，对啊对啊，对，所以概念就是想要瞎说，那也没看过啊，你哪会知道是怎样。其实你看哈、哦，会在讲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叛逆的人，会吗？会啊，因为你的歌里面都是会告诉人家说，你不要以为这个字面上的意义或者是歌词的意义是这样，其实故事的意义是这样，嗯嗯嗯，但其实你有没有反过来想一想是怎么样？这是工程师的特性嘛？就是说，你们在这一行的时候是不能看到眼前的样子就决定它是个什么样子，应该去推敲它后面更多不一样的样子。
应该是我个人的问题啦，就是说、我都觉得你很叛逆、啊、你为什么人家就是要这么想不行吗？可以啊，就是他也可以这么想、啊、就是那个比如说端午节到了、啊、那个很多人都觉得啊，为什么他要跳汨罗江，对啊，你不会很想知道吗？就是不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知道真相，那对我来讲很残酷，我就不想知道。对啊，我干嘛这就是摩羯座跟双鱼座熊多爱差别，我就会很想要知道真相、所以你是工程师啊，所以我就是变成电台主持人，对，就是艺术家。我啦不艺术家，就是我不想去知道那些残酷的真相。可搞不好吴刚他就真的是一个很懒惰的人，蛮有可能啊。对啊，对啊，但是就是说你要看到才有尊声嘛，别听人说嘛。没看到才有尊声这件事情很困难。是啊，比如说你说有吴刚的存在啊，没啊，那也是个传说，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哎呦，跟你争这个干什么来？然后我真的觉得你是个很叛逆的人。然后这尊丢离亏，你说这首歌跟第一首歌是有经过特别安排的吗？对啊，因为这条歌就是真的整张专辑里面最内心的东西，就是说，因为他都有共轨嘛，就是。以前可能听了很多大人讲的东西、那你就会觉得怎么样做怎么样大人讲做的，然后但是我有照做啊，就我会觉得对，那正常正常来讲大家认为说应该安怎安怎、但是很多时候我自己想起来就是我觉得做太多别人说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不一定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这条歌的歌词你还会记得吗？会记得啊，就是说你可以稍微说几句吗？有里面有一个有一个跟我最相关的、啊、就是说想要喝酒醉啦，因为这样没那么清醒、对吧、你这个就很逃避啊。也不是，应该是说你清醒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这样做可能会让人互相失望，互相伤心，谁可能不希望我这样做、对，但是那感觉真的是你心里所想的，但是不一定、就希望说可以把那个理性的东西承受起来。这样你在喝酒以后是什么样子？我就很想睡觉。你看他的答案真的超级不浪漫的。对，你就是有像我喝酒会就会比较放得开。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大家戒酒助兴，就是因为贫穷期，因为我们受到太多礼教的束缚、所以很多事情很多话都不敢讲，很多事情不敢做，有很多人临终要这样可以告白嘛。对，然后我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个东西呢？我就是想问你，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我有发现到一点啊、就是你用了一脚搞纲把里面的台语文跟华语都同时列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说台语是一种描述事情的方式、但是它的意思不一定是华语直接照字翻的意思、所以我希望说看就是不懂台语或是第一次听的人他也可以有这个机会看到完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台语的整个翻译的理解其实是很美的。对对对对对，像你知道我这张在做的时候，其实我在做之前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要跨越、我不想写台语文，我想写华文华语，因为我们太习惯华语的解读方式。对，所以当我写台语文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的很多美感是你看不出来的。那我没有哇，我求你叫过来了，对，两个把它并排。没有，你要我其实有那种心态，就是说借由不要攻台夜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会知道我的歌词这样写啊，原来台语是这样子唱。是，那我不会像你这么过来，还对他们那么好，还把台语文也列出来，华语没有，该去查字典。你知道我查字典查到有没有挑剔，你知道不？你也会吗？就是查字典。对、我的那个正文也是查字典的。对啊，对啊，对啊。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当这些人透过所谓的华语去知道台语其实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希望他们可以像我们一样去网络找字典，因为网络现在这么发达、这么方便，你不要连查字典这件事情都不做那样子。对啊，但就是说这一节真浪漫的时候，毕竟现在认真去查字典的人我想应该是不多。但是我觉得哈，查字典这件事情就很大事，让我收获非常的多。我是金门人，我讲的腔口跟你台中不一样。嘿，没什么讲。对，所以我在查一些的时候上网找才发现说除了这款讲话以外、其他还有很多种。对，这是我料想不到。比如说我刚去查，咱讲的门啊，那个
板道叫青草的有哈，叫、澎湃，其实不是澎湃，是澎湃，丰沛。我讲奇怪，咱真较早的大家拢讲澎湃，澎湃，澎，这要把它叫青草叫澎湃，所以我去查才发现我们大家都错了，是丰沛，丰沛了，就是它是丰沛这样子。台语真的很有意思，然后它的音很多，它是可以比华语就是写出更千变万化的那种 melody 出来。是啊，是啊，对对对。最后一个问题啊，得奖感言你讲一下好不好？得奖感言哦，欸，你有想过吗？其实这张专辑有一个跟前两张最大的不同，就是入围的当下，我就比较能够体会人说入围就是得奖这种感觉，因为都是自己在做嘛，你就会觉得说对我的肯定不只是我唱歌的肯定，而是对我整个人的逻辑、我的概念、我的想法，有人会当听得到，有人会当接受。所以其实入围时阵，我就甲得奖感言讲了。啊，真的吗？对啊。哦，我有看过你那篇就是啊。其实就是那个意思。就感谢了，坦白讲，如果你要问我得奖感言，我们公司有问过，我就跟他讲就是感谢啊。是啊，是啊。而且我要把上一张帮助我的，也一起感谢，因为我上一张没有机会上去。感谢他们。那我觉得我们一个歌手跟一个创作歌手，他走到这个点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走出来， 是因为很多人，不管前面帮他开路了，不管在旁边扶着他的，不管在后面推着他的，对，我觉得这些人都不应该被遗忘，应该要被拿出来好好的把他的名字念给大家知道。这张专辑的制作行程，我们之所以可以入围金曲奖，不管有没有得到，我都必须要去感谢这些人，没有这些人就没有这个歌手的存在的那种想法。对，其实是整个都是这样，而且不只是制作专辑的人，其实包括说当天会来参加的各个音乐人、各个前辈，其实如果没有他们打拼，也没有现在的音乐环境，对吧？而且我觉得有竞争才会有进步，这一次你入围不代表你就是永远 的那个佼佼者，因为你要必须要战战兢兢努力的去充实自己，让自己具备更厉害的条件，你才有办法永远不要被人家追过。不过这个过程是有趣的，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有趣的。然后我们也谢谢慧怡，谢谢大哥，来上我节目，然后恭喜你，希望预祝你得奖。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生活普丁地在命运的海，伊讲若袂出头就爱听伊安排，你爱体谅我的无奈，我的感慨你就了解，若是你真正有替我想看卖。可流转，你真丧世，不免体会我的悲哀。你爱体谅我的无奈，我的感慨你都了解。若是你真正有替我想看。
卖。我无像恁有本钱坚持，恁过了真顺心，我辛苦赚才想袂客气。无情的时代，予我假死。是非甲道理拢无要紧，人生总是身不由己，我是不得已。来生生何处是不得已，心意甲虚伪嘛不得已，拢是为着我家己，我是不得已。的时代予我假死，时代予我假死，卖管是非掺杂理，恁来体谅我的不得已。人生生活总是不得已，我拢是不是为着我自己？我拢是为着我自己，一切拢是不得已。怪就怪你家己无在了做事。那也希望看到的人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想象。我这次的专辑呢，我的理念就是我的 MV 可以不要有我就不要有我，对着可以不要是我唱就不要是我唱，但这也是呈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发现的问题不只在我身上，那我觉得大家的身边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有这个状况，所以希望这首歌是可以让大家觉得就是有一点感同身受的感觉。特别感谢那个东南跟非东南的同学们，还有老师、主任，还有可以讲到峰哥的名字吧？哎，谢谢峰哥，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学校啊，所以觉得这边可以拍到这么多东西，真的还蛮神奇的。对啊，我希望这张专辑十个人听有十个不同的感觉，因为很多存货嘛，所以我今天有送一些给现场的同学老师们，那希望你们可以就是有空的时候拨空听看看，如果你们有任何的想法或是觉得好奇的地方，其实都可以欢迎跟我聊，这样希望年轻人可以越来越多人听台语歌。如果要 follow 的话，我现在有我的粉丝专页，对，还有我的 Instagram， 还有 Twitter， 还有微博都有，大家都是搜寻我的名字，就是中文名字江慧怡，或者是我的英文名字 Joy， 然后 HYCHING 都可以找到我。没事想要到公司找我，就也可以，就我可以陪你们喝咖啡。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音乐，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我都很欢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希望我的音乐呢，可以让大家有在生活当中一点点不同的调剂跟感觉。感谢。好，摄影机开机。来，五、四、三。好，先走。好，会议看左边，看右边。好，